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鄙人近十年来所写作的两部学术著作。这两部书的主题主要是关注宪法学，涉及的是政治宪法与未来宪政，以及政治自由和共和政体等诸多涉及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我希望我的这两部著作能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法理基础。谢谢大家。